哦。
的时代中，咱今日做听到咱华南朋友的谈话，为再度祝祝苏太祖聚会领袖。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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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
由你花一十三年，结婚岁数大喜，农历年月吉日，有着咱客户祝神功，关注做真好，分散变有新的做新秀，招大家大家大利万万事如意，今年你要到不容易，要到神功当数上万多，还要跳不打，今年三兄弟上腰拜。三雄勇吧，一公叫头五祖神功，关虎座神威开开，必有难题，也必有刁难出行。另外，车辆速速平安，咱电话有刁难祖神功，全体人员也当尽力应过，有意中顺。也有刁难发告刁难功，当速速加应准。当然了，刁难发告电话副总顾问刘维耀，顾问刘少进才，以及咱电话全体技术人员。你着真有风车，恭迎欢迎佛祖圣驾莅临，佛告在供养，欢迎佛祖诸天菩萨在享上香敬拜之礼，上香吧，家乡在上香。咱们的人相处当中，一生悲伤的用，例如佛告在供养，来帮助上海人，每当都要为副总顾问李维佑代表敬献挥个恭迎。今年第三集中恭迎小家莅临，以上礼敬再向三位拜礼，谢拜。拜，再谢拜，感谢拜，请停礼。今年表中呈现恭迎圣驾在行献拜之礼，献拜，再献拜，三献拜，敬上加受礼。一生敬上魂骨礼，敬献魂骨一方，行献拜礼，献拜。再献法，三献法，加许的。一生庭上永传流芳，主献者加许上永冠，行献拜礼，献拜。再献法，满献法，加许的。敬意有功，有意忠顺，例如报告着林中董事宋百友，以及咱德阳会副总顾问李维耀、副会长蔡正才，以及上咱的礼品以及礼品以后，各类庭上礼品以上，敬意有功，有意忠顺，结缘观音佛祖、诸天菩萨安前，行献拜礼，献拜，请受献。恭祝活动圆满顺利，由着咱报告着林中全体党干事、地方会全体技术人员，恭迎三局长内雄兵炮恭迎，高雄主神宫观音佛祖圣驾莅临。双手拍拼，光挂水，心上在。有一个变化的时代，为何共享渐渐难？代代相传，永远永远。
用相他打出。